你玩的怎么样？胖子那叫一个爽啊！你见过什么叫万箭穿心吗？等等等等等等等。至于我，我的活动还没开始。嗯，接下来就看你了啊。不过您就惨了，年年都第一个出局。还有什么活动？接下来呢，就是投资圈的保留节目了。 不管是什么活动，恐怕跟你都没什么关系了。还记得吗，焦总？可我总觉得，像李总这样的人，不管他之前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他应该都不会停下脚步吧？我们来打个赌，输的人一口吹了，愿赌服输。 别，这么辉煌的瞬间，需要大家一起来见证。来来来来来来来，不会害羞啊！哎，大家看这边啊，看这边，孙艺修呢，为了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他的帮助啊，接下来呢。 要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干了这一瓶，干，邱总，来，来来来来，来，咱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吧，是吧？邱总，来一个，邱总，来一个，邱总。 整整是一瓶啊！又不是不知道这小子的酒量，哎呀，酒量不行，又不是脑子不行，那喝不动自然就不喝了，我又不会逼。朋友们，朋友们，你看到了我见证奇迹的时刻！我跟你说。 你可能忘了，这小子他都实在硬。谁说他酒量不行？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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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我！哎，各位同仁，各位同仁啊，咱们公司的压轴项目马上开始，想参加的娱乐室集合，不想参加的可以在这里继续喝酒，就快够啊！哎，好好好，够够够够够！够意思，我跟你说，今年。 争取撑过前10分钟，走走走走，走了。哎，看好他呀！这么能喝面吗？各位老总手中拿的牌的个数，就是每一组的员工明年的休假天数。希望各位老总们为自己的组员多做努力啊！那么现在我们开始吧。 我去，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加油，跟。那我也跟。哎，看来今年吴总又得第一个出局了。 这个游戏，你知道吗？曲总就是高手之一。听说啊，就是因为丁总牌技好，不，深受曲总青睐。哎呀，走，摊牌。哎呦，曲总获胜，这局。厉害厉害！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谢谢谢谢，老吴啊，哎呀，太可惜了。来来来，再来。 吴总，你基本上年年就是倒数第一的水平吧？假期又没了。为什么？急躁、冲动、演技不过关。我的假期也没了。这个游戏，
天人不太适合蒲松龄。这游戏很难吗？不难不难，我教你。走走走。小孙啊，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些，你记住了吗？行，那现在看看我们三个人的牌谁是最大。谢谢小孙。错了，再看看。算了吧，这么短时间内教会一个醉鬼，不可能吧？别这么说啊，我对小秋非常有信心啊。老吴，到你了。跟。哎呀，柯芝啊，这种牌你都能跟呐，待会儿不要后悔哦。为什么要后悔？你手里的牌恐怕是一对老 K。自从你看到 K 以后，家注是越来越大。我实在猜不出来，你除了这个老 K， 你还能是什么牌？哎呦，他的牌可不小啊！不过我手里面可是一对八呀，比你的牌大。曲总，您都炸了一晚上了，真的认为我不上当吗？我能发牌吗？喝多了。哎，等等，曲总，你看我这儿都输的差不多了，这最后一把，能不能让我们家逸秋来玩？可是啊，你确实应该换换手气了，玩牌嘛，没问题。洗牌。洗牌。三条七，孙秀赢了。跟。哎呦，江总啊，太可惜了，三个 S， 但是这一局孙逸秋顺子胜，七牌。不好意思。你知道为什么今天的练习赛又输了吗？就是因为你太紧张了。同学之间一场简单的练习赛，你紧张什么？第七手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走错了，所以阵脚大乱。老师，您怎么知道的？你这个孩子，你一紧张的时候，就喜欢用手去摸领口的扣子，
别人看不出来，老师还不知道吗？一秋啊，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不那么紧张啊？那就摊牌吧，不会是酒葫芦？孙逸秋是 A 葫芦，这一局孙逸秋胜。确实是后生可畏啊。那个，曲总、马总，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好不好？啊，对呀，到这儿，天色也很晚了，可以休息了。对，那怎么行呢？我跟小孙今天还没有分出胜负呢，就这样结束了，岂不扫兴啊？小孙，你说呢？孙逸秋，继续。家住，我跟。All in。小孙，这个时候放弃，今天的比赛，你还是第二名。我再猜猜你的牌吧，你很有可能是一对 S， 但更大的可能你只有一对十。我猜的对吗？野兽吗？曲总就是用这办法赢你的。曲总是童话，小孙他没戏了。那么你再猜猜我手里是什么牌？这一局，孙逸秋一对十，曲总是杂牌，孙逸秋胜。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我手里面是杂牌呢？你每次在使诈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的摸下巴。我看到的每一局，无一例外。你玩这个游戏多少年了？我戒网盲学呢。
真没想到，咱们公司还有像你这样的高手。短暂的假期很快就结束了，有人玩得很开心，也有人一身疲惫。看，这谁？当然是你啊！你信不信我把他发到公司群里？那你回吧。不，请我吃饭啊。还有人收获了自己一直期望的东西。江经理。啊。还不错，把标红的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好的。马总，不让车啊！贫嘴，赶紧上车！哎，快点，全车都等你一个了。对不起，马总。哎，你怎么这么笨啊？对不起，马总。这样，你把东西全给我收拾好了，少一样东西，我为你试问。我现在马上收拾。你等下辆车吧，马上。当然，有些人只能原地徘徊。这一切如同一个短暂的梦境，醒来后又是新的一天。不知道新的一天里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我们。幽风空气净化器，我认为在国内消费者空前重视身体健康和优质生活的当下，它将成为一个市场相当广阔的优质项目。那接下来就由我来为大家解读一下这个项目报告。我们将会从三个大的方面来入手，首先是产业环境、政策环境，还有经济环境。停。这报告内容我们都已经看过了，没必要听你重复说一遍，直接进入提问吧。好。那针对优风这个项目，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提问我。据我了解啊，室内环保这类项目，国内从90年代初已经有很多的企业在开拓，到了2000年前后，整个的产业链已经日趋完善。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你这个优风的这个产品，整整迟到了20年？您说的没错，在室内环保领域，优风确实算不上是一个市场的先行者。但作为一个目标受众为普通消费者的新型产品来说，它的确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开拓阶段来去引导这种消费概念。而在发达国家，这个引导周期正好是20年。也就是说，优风净化器它出现在了一个最恰当的时间节点上。丁总，我的回答有解决你的疑虑吗？回答得非常清楚。林经理。我的问题呢很简单，咱们先不说这个国外的成熟品牌，消费者的选择余地也很大，
那你凭什么让我去购买一个就是我都不知道什么品牌的产品呢？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所有以挑战者身份进入市场的产品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卖点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按目前来看，净化器的上游产业链已经相当的完整和闭合，不管是从开发到组装还是到最后的生产，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提升空间。那优峰就把他们的视野集中到了下游产业链的优化上。其实啊，大多数的消费者都不太清楚自己购买的产品它的工作原理到底是什么。看见你根本不敢相信，这几个月之前啊还都是后期的研究维护上。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以前最缺乏的就是自信心，这没有自信就没有办法激发他的潜能。这现在看来啊，咱们之前那个微影院的项目恰恰该给他解决了最关键的问题。干嘛的？吓我一跳。干嘛呢？跟做贼似的。小孙啊。是啊，我也不敢相信。再不加把劲真说不过去了。你也是别再这么到处乱晃了啊。谁乱晃了？我是来叫小孙开会的。开会？看看你那手机邮箱。还真是。谢谢。同时优峰会在他所有的销售网点建立相对应的服务站。可以了。吴总，您有什么问题吗？我说你的模拟问答到这里可以结束了。好的。老吴啊，我觉得小孙今天表现的还不错啊，无论是从分析报告还是模拟问答，他都完成的很好。那是他表现好，还是这项目本身就好？你说了很多这项目的优点，现在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说出三个这项目不能通过投救会的可能原因。吴总，他做的准备啊，是要让这项目通过投决会。我知道，但我现在想让他反过来。对不起，吴总，我没做这方面的准备。就那么想通过投决会吗？啊？看到一个热门的项目，就一股脑的吹牛皮说好话。你是投资人还是销售经理呢？能不能告诉我产品的风险在哪里？没告诉我没有啊？说它是一个100%成功的产品，那不可能。是。你已经看了多少个项目资料，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越是热门就越有风险，爬得越高摔得就越惨。这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我们一句句教你吗？吴总，丁总，林经理，你来干什么？啊，那个我是叫小邱去开会的。人事部说今天让新人去开会，小邱，走吧。我以为你能 hold 住全场呢，你还是把吴总给惹毛。还不快谢谢我！要不是我及时救场，你等着挨骂。快走快走！恭喜各位，作为新人，凭借着自己的能力，正式的在公司站稳了脚跟。对你们来说，今天也是个好日子。这是这一次综合考量了各位的工作业绩之后，新一年薪资的确认函，请各位查验一下。涨钱了？高子松，嗯，2000亿，谢谢。郝帅，这是你的。孙逸秋，嗯，不好意思，等我一下啊。
我这一次好像没有通知你来开会吧？啊，不好意思，是我自己搞错了。你们继续。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一次只涉及到了签了长期合约的员工，像孙一秋这种快到期的短期员工是不涉及到加薪的。但是奇了怪了，他怎么会来呢？我没给孙一秋发邮件呀。对不起，是我没看清楚邮件，我以为新人都要来呢，我就把他叫来了。哎，你们收到人事部的确认函了没有？杯水车薪，有什么可看的？哎，张总，您刚做完一个大项目，这回彻底脱贫致富了吧？哎呀，你们可饶了我吧，回家不挨老婆骂就不错了。哎，小孙，你涨了多少啊？哎，人家涨多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静一下啊，小孙，你甭搭理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越是热门就越有风险，爬得越高摔得就越惨，这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我们一句句教你吗？太蠢了，我真是太蠢了，自己明明是一个合同快要到期滚蛋的人，只不过是和大人物说了几句话而已，被人夸了几句，就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费了这么大力气得到的一切，难道又要失去了吗？可以呀。涨势喜人呐！你看什么呀？这有什么可看的？哎，你躲什么呀你？你说，怕请客？你别逗！哎，丁总，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林经理呀，那是有难处的。他有什么难处啊？林子，老婆本攒够了吗？你也挤得我是吧？怎么这挤得你呢？我这是关心你。哎，你说现在这哪姑娘谈婚论嫁的不得要个车要个房呢？你能不能长点心？我都替你爸妈着急。不过呢，哎，你要说实际上这有的女孩吧，她还是挺朴实的，她不太在意这些物。打住打住打住。哟，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呀？再往下就该说到你那嫁不出去的大表姐了吧？不是我大表姐怎么着？好好一大闺女，拉倒吧哥，我见过照片，即使是我这样的都敢说一句不合适，真的。行行行行，哎，你看你看，人林经理要求还是很高的啊。成，你慢慢找，我祝你早日成功。哎，老公，你来正好，你也赶紧劝劝他。你们二组很闲吗？啊，吴总，都不用工作。你们都很闲吗？这么半天了，连个文件都不找我签。老吴怎么了？谁知道呢？气不顺吧？
快帮我想办法，一会儿雷炸我头上了。OK。老吴啊，我刚刚想起来，我一会儿要见一个特别重要的客户啊，你们先忙啊。上班时间你又跑哪儿去？啊，我刚去那个。赶紧工作。没事啊，别往心里去。不是冲你，是今天这日子不对。什么日子？今天是马戏园的忌日。你听说过马戏园这个名字吧？他当时和你一样，都是实习生。5年前，吴总还是二组的一个投资经理的时候，马戏园来到公司，就在他手下工作。算起来，他和我算是同期入职。经理，他刚来的时候也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一个，但是那姑娘很努力，人也聪明，在吴总手下成长得很快。志哥虽然嘴上不说，其实谁都能看得出来，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那时候，马戏园的合约就快到期了。吴总为了能让他得到公司的续签，特意带着他加入了一个高层很重视的大项目，希望他能做出成绩，成功续约。公司高层的一个小纰漏惹了官司，那个时候吴总本来是要背锅受处分的，没想到马希元先递交了辞呈，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之后我们才知道，马希元表面上看起来开开心心的，其实已经被抑郁症折磨了很多年了。辞职后，他的病最后一次发作了。5年了，每年到了这个日子，志哥都会莫名其妙的发一通脾气。所以，我总觉得这是他的责任。自责、内疚、愤怒。
其实像他这种人，遇到这种事儿，最不能原谅的肯定是自己呀。还记得马希元的死讯传来之后，他和曲总大闹了一场。曲总当时为了保护公司的名誉，做出丢组保区决定的人就是曲总。志哥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变得和整个公司格格不入的。这话题有点沉重啊，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那个，就你也知道，志哥这个人呢，发脾气发完就过去了，你也不用往心里去。咱们聊点开心的。邱总，这回涨了多少钱？说什么了吗？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我先看看。您是要送人吗？送老人家。哦，老人。哦，送老人的话，我比较推荐这款冬虫夏草礼盒，效果很不错的。那这个呢？这个多少钱？哦，这个比较贵，我推荐的这款呢，性价比更高。没关系，我就要这个。你就是吴经理吧？啊，不是。我是马希元的妈妈。你好。你好。请坐。不了不了，今天我是特地来向你道歉的。道歉？道歉？其实希元有抑郁症，病了很多年了。作为他的母亲，我心里很清楚，如果不能痊愈，他也许早晚都会走上这条路的。但是他在你这儿工作的这段时间，是他生病后几年里最开心的日子。抱歉，我的女儿还是给你们工作添麻烦了，实在对不起。阿姨，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请问这户人家现在还住在这儿吗？哦，你问的是这家自己住的老太太啊？早就不在了吧？不，那他们是搬家了吗？您知道他们搬去哪儿了吗？那谁知道啊？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没事吧？没事。白天是我多管闲事了，我没看清楚通知就把你叫上，对不起。哎，我真没事。我真不是故意的，要不然你打我几下，你骂我几句都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其实，如果没有今天这次误会的话，我可能到现在都不太清楚我自己的处境了。处境？你说什么处境？
你是说续约的事儿？不是，你真觉得这算个事儿吗？你什么意思啊？别人我不知道，但是你，秋秋，你既然能以高中文凭进公司，那续约还能成问题吗？你的具体情况呢，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能把你办进公司的人，应该会让你留下来。你回家问问，没准是小菜一碟呢。妈，姐，天不早了，一秋怎么还没回来？赶不上吃饭了。不用等了，咱们吃吧。哎，姐，听你说一秋前两天在公司被领导表扬来着。表扬？可是大老板表扬的哦。哎呦，这孩子这么出息呢啊！真没想到。大姐，你能在这么大的公司给孩子安排这么好的工作，你这不容易啊，套路挺深呐。姐，你这到底是什么路子呀？把孩子的工作都解决了。来来来，姐，别卖关子了，说说吧。对啊，说说吧。其实啊，这孩子这工作啊，就是我收垃圾收来的。服务员，打扫卫生。徐先生，这位就是你要找的人。谢谢啊，不客气。大姐您好，我姓屈，我叫屈中辉。您救了我父亲，我是特意来感谢您来的。哦，你好，您太客气了。屈老先生现在怎么样了？医生说抢救的比较及时，现在没有任何大碍了。我真是万分的感谢您。没大碍就好，别这么客气。我就是打扫房间的时候正好碰上了。您一看就是好人，要不是碰见您呢，我父亲说不定。您客气，这个呢是我一点心意。不不不，这不能要。你无论如何说，我就打扫房间碰上了。你无论如何得收下。不不不，真不能要，谢谢谢谢。那这样吧，这个呢是我的名片，您拿着。如果能够帮上您什么忙，您千万不要客气。好，打扰了。哎，屈总，屈总。能不能麻烦您帮我儿子找个工作？其实我能有什么人脉呀？不就是机缘巧合吗？自从一秋不下棋了，就开始到处打工，整天背着个大书包，所有东西都放在里面，风里来雨里去的，我这个当妈的再心疼也是没办法，也帮不上孩子。就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份工作，我唯一的希望啊，就是希望儿子在外面能有一张桌子，能有一把椅子，累了的时候，孩子能坐下来歇会儿。是是，姐，这不是熬出来了吗？是。我现在挺高兴，喝酒，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喝酒，喝酒，来来来，喝酒。母亲的那番话，彻底叫醒了我。可笑的是，还真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有什么投机取巧的资本，但其实什么都没有。我还是过去的我，没有学历，没有经验，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背景。但是在京城的这段时间，至少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什么时候，我还可以靠我自己，不问结果，走到最后。
林毅也知道了，他是因为抑郁症，这不能怪你。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别瞎说。这和抑郁症没关系。 这就是我的错，不怪我怪谁。本来就是我应该去背的锅。一个孩子，他懂什么？ 后悔一辈子的事儿，所以啊，依秋，记住啊，你以后做的每一个选择，都不要让自己后悔。 像我一样，人呐，要想坦坦荡荡的活着，就别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明白吗？
公司会后续吗？够刻苦的啊！走。这些项目文件，你看了得说100遍了吧？多看几遍没有坏处。走工作狂路线。胖子，之前的那个地产公司项目的底稿你那还有吧？能不能帮我也出一份？好，我也有，我去吧。麻烦了。喂，你好，综合四组。啊，下午之前肯定给您发过去。哎，好。早，吴总。哦，早，小点声。昨天还丧成狗呢，吃错什么药了？今天？立秋，你的时间已经到了。王站长，你好。你好，你好。您是通讯组，姓霍。啊，霍总啊。哎，别客气，叫我老霍就可以了。啊。啊。您找吴总是吧？他不在，有什么事儿，您要不先和我说。不用不用，我不找他，我就是过来随便看看。啊，你就是孙一秋？您认识我呀？公司里现在谁不知道你小孙啊？微影院投决会那天，我也在现场，年轻有为，干得漂亮。谢谢。你说说这老吴啊，这么好的人才。到现在还在学这种最基础的东西，这不浪费资源吗？这是我自己想的。这要是在我们通讯组啊，像你这种年轻有为的，他就应该……哎，霍总啊，找吴总有事儿啊？我没什么事儿，我就路过过来看看。那你们忙着，我就先走了。我看好你啊，小孙。不能老吃外卖，对身体不好啊！哎，走了。喂，你好，综合四组。找吴总啊。吴总。吴总现在有事，您要不先跟我说。啊，好，了解了解。吴总，吴总，哎，有企业说找，
算了，我先给您倒杯咖啡。这小子怎么了？你打了鸡血似的。不知道。哪儿不行了？回车上睡一会儿，有事打我电话。啊。哎，对了，吴总，午休的时候，通讯组那个老霍来过。老霍，他来干嘛？没说，但是我看他贼眉鼠眼的，估计是过来看邱总的吧。邱总有什么好看的？我听说他们通讯组啊，最近连续走了好几个人。邱总现在是公司的爆款呀。会不会是过来挖人的呀？老霍，老霍，你怎么来了？听说你去了趟四组，有什么事儿吗？我就路过，顺带过去看一眼。看看啊，看上了谁吧？不是老霍，你这话什么意思？没听懂，真不懂啊！这样懂了吗？挖人挖到我吴克之头上，你还真有胆子！老吴，你听我跟你说，先坐。坐个屁呀！你说吧。这个行，我之前呢确实就是想去看看这个，这个小孙有没有可能来我这儿帮帮忙。但是啊，我肯定……但是被我抓了个正着，所以只好放弃了，是吧？你等着，那你看看这个，这有什么好看的？你看看就知道了。这个是孙逸秋跟咱们公司的合同，一年期限马上到期。你也知道，咱们公司呢一直都是这种情况，凡是不被上面看好的新人，一年合同期满肯定是不续约了。我这不是看你这儿也没什么动静。我这儿刚好有人到期离职，所以就想我。哎，老吴，老吴，你坐会儿，坐会儿呗。哎，志哥，你那儿还有解酒药吗？哦。在不耽误工作的前提下，做点额外的事情。邱总，你又要干嘛呀？我想自己做项目试试看。你自己做项目？昨天你和我说完那些话之后，我下定决心，我要做成一个项目，让自己留下来。你说留下？可以吗？也不是不行啊。不过谢谢，谢谢。老吴，这什么情况啊？剩不了多长时间了呀！以小孙工作的热情和他的能力来说，这样确实对他不太公平。可是，你看看他的学历，再看看他的背景，公司这么做也无可厚非。这就难办了。我现在就想知道，
您昨天跟他说的那番话到底说什么了？昨天晚上我喝多了，正好遇上他回来加班，他就问我，如果我可以自己做成一件项目的话，公司会和我续约吗？那你怎么说呀？那你好好想想啊，大哥。胖子，这还用想吗？你看小孙今天工作的状态，这老吴昨天跟他说了什么，我们还用猜吗？是，咱们先不说邱总这个念头的可行性到底有多少啊，就说一个入职不到一年的高中生想独立完成项目，这概率我至少我是没见过。不是我说您啊，你怎么能随随便便的给别人承诺呢？我没有，我怎么可能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是，那凭我对您的了解，您平常是不会，就是喝再多酒也不会。但是，昨天这不好说啊。做的不错。真的？啊。说实话。以一个新人来说，你真的进步得非常快。外面好几组人都在跟我打听你呢。不过呢，放心，都给我怼回去。加油啊，继续努力。谢谢吴经理。可是，怎么了？我很感谢吴经理对我的照顾和帮助。但我和公司的合约马上就要到期了，再有一个月我就要离职了。为什么呀？我和公司的合约只签了一年，我问过不少人，一年的合约相当于公司的临时工，不太可能有机会续约。如果我跟你说，其实还有机会呢。真的？要想打破公司的规矩，就先拿出超出常规的业绩。我手头上刚好有不错的项目，要不要加入？要。机会可以给你，但之后就要靠你自己努力了。我明白，谢谢吴经理。你的学历和能力都不错，为什么公司只跟你签一年的合同啊？因为可能因为我以前身体不太好吧。那现在没事了？放心吧，吴经理，我已经好了。啊，行，去吧。师哥，您会像之前一样脑袋一热就跟邱总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吧？滚蛋！不会吗？你吃口饭能耽误多长时间啊？啊，好好，啊，我知道了，悠着点啊。小孙连午饭都不打算吃了，他说下午还想再去几家企业碰碰运气，要准备材料没时间。怎么弄得跟搞推销的似的？他怎么就不明白，光凭他这么瞎碰是不可能有机会的。那要是能听劝就好了。哎，要不咱们帮帮他吧？咱们怎么帮啊？我这上面都是我认识的一些企业创始人，万一有人愿意给邱总机会呢？不过这些年四组也没什么优质资源。别白费力气了，
优质资源。咱先不说这些是不是优质资源，就算是，人家凭什么要相信你一个刚出茅庐的小朋友啊？小孙要的是那种必胜的项目，可那种项目既不属于他，也不属于咱们。现在能帮到他的，就只有高层的那些人。不过那些人为什么要帮他？你说的是孙逸秋啊？对。我觉得那个孩子还不错，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公司能不能帮帮他？立波，你知道，当年要不是我出手帮了吴克之一把的话，四组本来就不应该存在。我知道。所以啊，立波，有我在，你的未来绝不仅仅是在四组，人事的事情就交给公司去操心吧。我保证，公司会仔细考量每个员工的未来，好吗？